谢谢中国日报提问。据报道，有报道称美军。谢谢，日本国防部提问。 中方重视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和一些重要人士安排，这结束了阿富汗长达3周多的无政府状态，是阿恢复国内秩序和战后重建的必要一步。我们也注意到阿塔方面表示，成立临时政府是为了尽快恢复社会和经济秩序。